五岁小女孩来法院申请执行，要求爸爸给抚养费，可带她来的是一个自称阿姨的女人。这个女人其实就是女孩的妈妈，但她和女孩的爸爸根本就没结婚，到底发生了什么？爸爸拒绝支付抚养费，最终结果如何呢？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程媛媛法官即将为您讲述：“阿姨带我。” 告爸爸，斗智斗勇，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穿失信被执行人的伎俩，刚柔并济，用智慧的执行手段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真实案例，感人故事，探寻执行案件背后的法理人情，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向执行难全面宣战。法官起案，执行特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一大早，法院执行局的杨法官就接待了个特殊的当事人。说特殊，是因为这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文文是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而文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是她的亲生父亲林凯。杨法官了解到，双方在一年多前打了一场抚养费纠纷的官司。 当时法院判决林凯每月向文文支付抚养费两千元，不过自打法院作出判决，林凯还从来没有给过一分钱。更为蹊跷的是，一般这种涉及婚姻家庭纠纷的案件，都是孩子的妈妈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算妈妈来不了，也会是外公外婆这些近亲属带着孩子来。可今天陪着文文来法院的，却是他的一位。 阿姨。不过，虽然文文喊她阿姨，这关系却好像很不一般。这位阿姨在法院接待大厅的长椅上等待的时候，文文就围着她转圈儿，一会儿藏猫猫，一会儿唱儿歌，一会儿又要用阿姨的手机看动画片儿。俩人之间的那股子亲热劲儿，让不知道的人乍一看还以为这是母女俩呢。那么，这位阿姨到底是谁呢？ 他和这个案件的执行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杨法官有心多问两句，可他说话却躲躲闪闪的，敷衍了两句就带着文文匆匆走了。为了让文文快点拿到抚养费，杨法官赶紧安排时间约见了本案的被执行人林凯。听林凯这一介绍，杨法官才知道，原来那位陪着文文来法院申请执行的阿姨不是别人。 正是文文的亲生母亲赵小丽。当妈的竟然让亲生女儿叫自己阿姨，这事儿还真是头一回听说。知道了林凯、赵小丽和文文之间的关系，杨法官还有一点想不明白，那就是像这种单独起诉抚养费的案件，大都是因为父母离婚引发的，所以法院的判决书一般都会对孩子父母的婚姻状况进行表述。 可为什么这份判决却对此只字未提呢？对于法官的疑问，林凯显得有些尴尬。原来他和赵小丽根本就没结婚，虽然两人没结婚，却有了孩子，现在还被自己的孩子告上了法庭。事情还要从六年前两人认识开始说起。当时他还是电信公司的部门主管。 赵小丽呢是当地一家星级酒店的客户经理，他和赵小丽是公司开年会的时候认识的。那次年会是林凯刚刚升任部门主管后第一次策划全公司规模的活动，当时酒店方面派出的联络人就是赵小丽。从开始筹划到最后活动结束，俩人合作了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那一年的年会办得很成功。 为了感谢赵小丽对自己工作的支持，后来林凯还主动约她出来吃了顿大餐。打那儿以后，这两个人就一直保持联系。林凯和赵小丽都是有家室的人，可他们还是一点一点的从普通朋友逐渐发展成了情人关系。林凯本是个顾家的男人，可结婚多年，家里那位全职太太的温柔和体贴早已让他失去了兴趣。 而赵小丽作为职场女性表现出来的精明和干练，则让她很是着迷。虽然自己的婚姻生活让她感到有些乏味，但林凯十分清楚自己对这个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他从不去想和赵小丽究竟能走多远。他也知道赵小丽有老公，可正是这样，才让他觉得和赵小丽交往很安全，因为在他看来。 这赵小丽应该和他一样，是不会为了这一小段感情插曲而放弃家庭的。就这样，林凯享受着这场婚外情给他带来的新鲜和刺激，他甚至幻想这样的关系能一直维持下去。可还不到半年的时间，赵小丽打来的一个电话却让林凯一下子慌了神儿。原来赵小丽怀孕了。 林凯的脑子里出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绝不能留下。”也许是太紧张了，他本想安慰赵小丽几句，可一着急却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林凯跟赵小丽说：“我陪你去医院，把它做掉吧。”说完这话，林凯虽然有些后悔，但他觉得赵小丽应该不会反对他的这个提议，毕竟这样做对双方的家庭都有好处。 可没想到，电话那头的赵小丽听到这句话，却瞬间情绪失控，足足骂了他有十几分钟。林凯一边在电话里安抚赵小丽，一边在心里盘算，自己就说了一句让他把孩子做掉，这赵小丽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气呢？莫不是他真想和自己天长地久吧？说起天长地久，林凯突然反应过来，这赵小丽可是有家庭有老公的。 他怎么能确定这个孩子就是他林凯的呢？自己毕竟和赵小丽认识的时间还不长，谁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排除这是赵小丽夫妻俩做的局，准备敲他一笔呢。林凯的大脑飞速地运转起来，满脑子就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尽快结束和赵小丽的关系，不管他是对自己动了真感情，还是要敲自己竹杠。 都绝不能让他影响到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林凯不敢直接问赵小丽，就半开玩笑地跟她说：“这孩子不会是你和你老公的吧？”没成想，这话一出，可是彻底惹恼了赵小丽。她冷冷地丢下一句：“那你就等着我好好证明给你看看，这到底是谁的孩子。”说完，还不等林凯有任何表示，就把电话挂了。 男女二人婚内出轨，还有了孩子，可男人却想花钱了事。女人一怒之下离了婚，还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男人只好向妻子坦白：他的婚姻还能维持下去吗？女人的一再逼婚让男人备受煎熬，可为何妻子却说他是被女人算计了？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程媛媛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阿姨带我告爸爸。”接下来的几天，赵小丽都没有再打来电话，林凯呢也不敢轻易主动和他联系。可毕竟赵小丽一口咬定这就是他林凯的孩子，在还没想好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之前，林凯的日子过得可谓是坐如针毡。 度日如年，差不多过了有一个星期，林凯实在是忍不住了，正想给赵小丽打电话，却一大早就收到了赵小丽发来的微信。点开一看，是两张图片。等林凯再把图片点开，这么一瞧，可是彻底傻了眼。赵小丽发来的一张图片是离婚证的封面，另一张图片是离婚证的内页，持证人一栏赫然写着赵小丽。 三个字。林凯万万没想到，赵小丽竟然真的会为了他和自己的老公离婚。他为之前对赵小丽的种种揣测感到万分愧疚，但赵小丽这种毅然决然的态度也让他感到恐惧，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要为了赵小丽放弃自己的家庭。更让他害怕的是，他不知道赵小丽接下来还会做些什么。 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能做什么才能阻止赵小丽，他只知道他不能离婚，他奋斗到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无论他心里对赵小丽有多深的歉意，他都不能放弃现在的生活。林凯和老婆是大学同学，谈恋爱的时候，岳父岳母嫌他家庭负担重，担心女儿受委屈，是坚决反对他们交往。 可老婆认准了要和他过一辈子，不惜和父母闹翻也要和他在一起，岳父岳母拗不过女儿，这才同意他们结的婚。好在他林凯也还算争气，在单位混的是风生水起，收入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为了让岳父岳母看到老婆跟他结婚是过上了好日子的，他两年前还动员老婆辞了工作，让他在家里当全职太太享清福。 老婆十分贤惠，把整个家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儿子也是乖巧可爱，正在努力适应他刚刚开始的小学生活。林凯的婚姻从来都被周围的朋友和同事奉为楷模，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为了赵小丽放弃这一切的。林凯心里已经乱成一团，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拿钱了事。 在林凯看来，赵小丽不依不饶的跟自己闹，无非就是为了钱。可没想到，一提钱，赵小丽却勃然大怒，还当场表示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下子，林凯算是被逼进了死胡同。回想起和赵小丽交往这半年多来的点点滴滴，林凯是一点儿也感受不到其中的幸福和甜蜜了，心中满满的都是后悔。 林凯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场梦，他多希望掐一下大腿，这梦就醒了，他又可以过回原来滋润的小日子。可现在，赵小丽是铁了心的要和他在一起，而他又打心眼里不愿意离婚。如果俩人儿只是感情上扯扯皮也就算了，关键现在中间还有个没出生的孩子，林凯实在是想不出来自己还能怎么办。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老婆在家里收拾忙碌的身影，还有儿子看他时那充满崇拜的眼神，他无法想象，如果他们知道了赵小丽的事情，这个家该怎么办。眼看着跟赵小丽是没什么可谈的了，林凯想，这事儿横竖都是要被家里人知道的，与其坐等着赵小丽闹上门来，还不如自己主动坦白交代，争取个宽大处理。 也许是林凯平时太让老婆放心了，听他说完赵小丽的事儿，老婆并没有停下手上的活儿，边擦桌子还边埋怨他，说这种事儿可不能乱开玩笑。直到林凯把赵小丽发来的离婚证图片拿给他看，他这才相信了。为了照顾儿子的感受，老婆当时并没有跟林凯大吵大闹，而是找了个借口，当晚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第二天一早，林凯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前后脚的来了家里。林凯的父母虽然文化不高，可他们的思想却是十分正统。听说自己的儿子做出了这种伤风败德的丑事，林凯的父亲几次忍不住要动手，都被亲家拦了下来。林凯的岳父岳母呢，虽然生气，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劝女儿女婿离婚的话。 大人们有天大的委屈，也不能委屈了孩子。至于他们的婚姻还能不能维持下去，等再相处一段时间，由他们自己决定。就这样，林凯总算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家庭。可共识虽然有了，老婆又怎么能当没事儿发生过呢？所以那段时间，不管林凯怎么表现，老婆对他都是不冷不热的。 在这期间，林凯经常接到赵小丽的逼婚电话，可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家庭，给赵小丽承诺，又阻止不了他把孩子生下来。正当林凯内心饱受煎熬的时候，他的老婆却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那天，林凯下班回家，老婆一反常态的主动拉他到沙发上坐下，说：“傻老公，你是被赵小丽给算计了呀。” 这话说的林凯是一头雾水，被算计了？难道这赵小丽的离婚和怀孕都和他没关系吗？原来啊，老婆虽然表面上对林凯爱答不理的，可心里却对赵小丽的事情焦急万分。作为女人，她十分清楚，这赵小丽一旦把孩子生下来，这件事情就算彻底失控了。 到时候不仅林凯要受到牵连，自己的这个家还能不能保住都难说。可没成想，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啊，赵小丽的老公和她在同一家酒店工作，是酒店的电工。据说这赵小丽的老公是个老实木讷的人，赵小丽呢却是个有想法、有冲劲的人。虽然两口子在酒店的收入很稳定。 但她压根儿就没打算在这种地方待一辈子。结婚之后，本想着能说服老公辞职和她一起创业，可老公却对眼下的小日子挺满意，说什么也不愿意陪她折腾，惹得赵小丽是逢人就抱怨自己的老公没本事、没出息。这说的多了，就把家里的那个老实人也说急了，和他闹起了离婚。由于财产的事情一直没谈好。 所以这婚也就一直还没离。赵小丽和林凯就是相识于他们两口子闹离婚的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林凯这档子事儿，赵小丽都是要离婚的。可在林凯这里，赵小丽不仅对自己正在闹离婚的事情只字未提，还把离婚当筹码要挟他也离婚，这林凯可不就是被算计了吗？ 男人出轨还有了孩子，家里差点闹翻了天，可到头来才发现自己是被算计了。对于孩子的抚养费，男人宁肯接受法院强制执行，也不愿主动给钱，他到底有什么顾虑？为了孩子的成长，执行法官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见面，最终能否化解僵局？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程元媛法官正在为您讲述：“阿姨带我告爸爸。”听老婆这么一说，林凯是气不打一处来。这段时间积攒的对赵小丽的愧疚和负罪感，瞬间全都化为了深深的痛恨和厌恶。他后悔自己这么轻易的就中了赵小丽的圈套。 他感激老婆深明大义，帮他默默地做了这么多，也暗暗地骂自己太不冷静。几个月来就知道被赵小丽牵着鼻子走，竟然就没想到去查查看他到底为什么离婚。说到这儿，林凯苦笑道：“法官，您倒是说说看，这赵小丽这么算计我，搞得我的家都快要散了，我怎么可能还给她付孩子的抚养费呢？”听林凯这么说。 杨法官向他解释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也就是说，只要你林凯不主动按照法院的判决支付抚养费，文文就只能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你的财产。” 现在判决书要求你按月支付抚养费，也就是说，文文每个月都可以到法院来申请一次对你的强制执行。暂且不说法院执行的最终结果还是你要给钱，也不管赵小丽是不是诚心算计了你，这文文总是你的亲生女儿吧？你自己也有一个儿子，你知道让孩子隔段时间来一次法院向爸爸要抚养费是什么滋味吗？ 你希望他每次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认识自己的父亲吗？林凯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法官，不是我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而是我要主动把钱拿出来了，实在是没法跟家里交代呀。”据林凯说，去年法院作出判决后，他并没有上诉，对于这个判决结果，他认。 该他承担的责任，他也认；法院要强制执行他的财产，他也没有意见。但是，他就是不能主动按判决的内容给钱。听到这儿，杨法官明白了：林凯毫不介意法院对他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却对主动履行判决这么抗拒。关键并不是没有钱，而是忌惮家人的态度。 杨法官认为，虽然可以通过强制手段解决这起执行案件，可如今赵小丽让女儿文文喊自己阿姨，父亲林凯又拖着不给抚养费，长此以往，五岁的文文很难健康成长。所以，如何化解双方心结，才是本案的关键。杨法官考虑，先尝试着让林凯和文文培养一下感情，不过这可离不开赵小丽的配合。 于是，杨法官决定再约见一次赵小丽，摸摸她的情况。赵小丽看法官已经知道了自己和文文的关系，便不再隐瞒什么。她承认，认识林凯的时候，自己的确正在和老公闹离婚，而且已经分居一年多了。她最开始也确实是因为自己婚姻不幸福，为了填补感情的空虚，才和林凯在一起的。 她也知道林凯有家庭，所以从没想过和他能有什么结果。但是自从发现怀孕，她的心态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毕竟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孩子。她告诉林凯这个消息的时候，莫名的希望他能对这个孩子有所表示。至于想让林凯表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太清楚。可没想到，这林凯一听说她怀孕。 上来就让他去打胎，接着又怀疑孩子不是他的，甚至还提出拿钱来解决问题，这昏招是一个接着一个，这才彻底惹恼了他。尤其是后来林凯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他原本就在和老公闹离婚的事情之后，对他的态度是越发的恶劣，他这才赌上一口气生下了文文。可把文文生下来之后，他才发现。 这个决定实在是太草率了，这养个孩子可真不是那么容易的。赵小丽说：“生下文文之后，她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出去工作。考虑到林凯之前的态度，他也从没向他要过一分钱，所以文文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切开销，他全是靠吃老本和父母接济才勉强维持的。” 本来赵小丽打算就这样苦一苦自己，把文文养大了算了。可文文上了幼儿园之后，经常回来问他：“他的爸爸是谁？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住？为什么自己的爸爸不像别的小朋友的爸爸那样给他买礼物？”文文的这些问题深深的刺痛了赵小丽，她发誓要让女儿过上好日子，要让她得到父母完整的爱。 可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她也看明白了，林凯是绝对不会离婚的，于是她这才到法院正式起诉林凯支付抚养费，因为在她看来，林凯只要给了抚养费，就是让文文享受到了父爱。看上去赵小丽是真心疼爱这个孩子的，可她为什么又不让孩子叫自己妈妈呢？听法官问起这事儿，赵小丽苦笑着说。 周围的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父母，都认为他是把自己生活的不幸都算到了女儿的头上，不想认这个女儿，才不让她叫妈妈的。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出于赌气生下这个孩子，却又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给他衣食无忧的生活，打从心眼里觉得自己不配当妈妈，所以才不让文文叫妈妈的。随着文文一天天的长大。 赵小丽是越来越无法向他解释清楚自己这个阿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听完赵小丽的话，杨法官建议，不妨让文文和父亲林凯见见面，培养一下感情，也许能对林凯有所触动。这不仅是为了文文的成长，也为了两个家庭能尽快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在法官的安排下，林凯见到了亲生女儿文文。 也许是雪原的神奇力量让文文感应到了什么，也许是文文实在太渴望生活中父亲这个角色的出现，让杨法官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只是玩了一个下午，文文和林凯道别的时候竟然说了一句“爸爸再见”，然后拉起赵小丽的手说：“阿姨，我们回家吧。”那一刻，杨法官清晰的看到林凯的手。 微微有些颤抖，眼神中也充满了不舍。赵小丽呢，似乎没料到文文会当着林凯的面叫他阿姨，更没想到他会主动喊林凯爸爸，脸上浮现出尴尬的笑容，带着文文匆匆走了。一个星期之后，林凯终于说服了妻子，主动给杨法官打来电话说，说他为自己的银行卡办了个自动转账的功能。 每个月月初，给文文的抚养费会通过系统转到赵小丽的账户上。来法院办手续的时候，杨法官问赵小丽：“这官司都了结了，还让文文叫阿姨呀、啊？”赵小丽轻轻叹了口气，说：“慢慢来吧，毕竟叫了这么多年，以后找机会再让她改吧。”至此，文文的案件算是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可杨法官却并不觉得轻松。 因为由始至终，林凯和赵小丽都在抱怨对方的欺骗和不负责任，而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双双出轨才是造成各自生活悲剧的根本原因。现在，一份抚养费让赵小丽觉得为女儿争取到了父爱，让林凯觉得自己已经为当初的错误付出了代价。看上去，他们都因为这笔钱而变得心安理得。 可对于文文来说，他始终都无法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之中，而这也将是伴随他一生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伤痛。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大龄老板与小自己二十岁的女孩闪婚，生下的女儿，夫妻矛盾不断，婚姻破裂。 法院把女儿判给妻子抚养，可拿到判决后，丈夫却抢走女儿。妻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场抢女儿之战如何才能平息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刘平法官下期为你讲：老夫少妻争孩子。